早安，今天是2021年8月30号，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热到不行，天哪！我们现在要去信义店借品，你看这个太阳，看看这是谁？耶、yeah! ！好好笑哦，他真的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。过完之后，2021就只剩4个月了，大家也要加油哦！早安，今天是2021年9月1号，今天开始要恢复正常的上班时间，就是10:10到7:10。我们现在要出去买午餐了，天气非常热，据说明天会下雨耶。等一下，凯旋要来我们家，在他当兵之前，我们最后聚一下。我们欢迎第一个来宾，物理总，你好正式哦。社畜第一天，你是第一天哦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角凯旋。Yeah! 喂，不对耶，太高了。厨师俱乐部，耶！今天来南西敞开。走，天色已经这么暗了，我们还要来这种地方敞开。2021年9月3号，凯要回屏东了。我们现在要出去买午餐哦！我的天哪！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早安，今天是2021年9月4号。待会要去上课，我先来练习一下。等一下就要上课了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。第56堂课上完了。好饿，我都还没吃东西耶。